首先再来这一首《青藏高原》，送给我们的尤其是长辈的朋友这首歌曲，谢谢。好，来，我们送给大家，音乐响起。我今天有一点压力，因为前面一个是歌王啊，但是呢，在歌王面前唱歌，我就跟他挑战一下，要唱一些高难度的歌，不然这样子就比下去了，对不对？